种音乐家专注演奏指法和技巧？哪一种音乐家较专注于演奏当下的指法和技巧？我的答案是 A， 因为爵士乐比较像是后期的音乐，那古典乐呢，他们的乐谱到现在是没有改过的，不能改。Yes， good answer。这题我们错，我们两个就……所以刚才他要回答的时候，我心里面说，如果你说爵士，我要过去那边打你。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明星攻略。